耶稣走路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。拉比，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他还是他的父母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。趁着白昼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一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，就是世界的光。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，用唾沫和了一点泥。耶稣用了一点泥巴清疼他的眼皮。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。西罗亚就是奉差遣的意思。于是他就去了，洗完了，走的时候就看见了。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说，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？他就是那个人。不是他，只是像他。是我。你是怎么看见的？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，对我说，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。结果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他在哪里？不知道，